欢迎收看小喝戏。OK， 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，只要触碰一个方块就会把炸弹给引爆的，东西哟，很神奇。来，现在地上挖几个，你们想炸多远就炸多远吧，这也可以说是搞极限井。来，我再弄大一点，来挖两个，先看看这样子可不可以。OK， 然后换上炸药桶，今天的主角。然后再换上一层草块。碰到了任何一个。不要啊！触碰方块就会立刻爆炸，是不是很猛啊？只要碰到了这个，就会立刻爆炸。我刚刚就是不小心碰到了，所以爆炸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好，这期我们就要这一系列小游戏，拜拜。